这个单元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亲密关系的成分和理论。我们想为大家介绍的是 Sternberg 的爱情三元论。 Sternberg 认为爱情有三个主要的成分，第一个成分是激情，也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生理的欲望。第二个呢是叫做亲密，想要跟另外一个人分享自己所有的想法和行动的一种希望。第三个呢是承诺，是指的不论情况的好坏都希望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度过的意愿。那我们在激情的这个部分呢，是双方认识之后呢，感觉彼此尤其是对对方的一种吸引力，想要多认识对方，想要多接触对方。同时呢，这个可能包括了一种感觉或者是外表的吸引力，想要有身体上面的靠近以及性等等，这可以说是两个人关系当中的动机向度。例如小英和小豪，本来他们有各自的生活圈，但是相遇之后深深受到吸引而希望有进一步的发展。亲密呢，是一种可以和另外一个人分享所有的想法和行动的感觉，是因着沟通互动，心和心的交流，彼此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而有信任和依赖，包括亲近和连结，相知相惜等等，属于两个人关系当中的情感向度。例如小英和小豪从小就青梅竹马，彼此相知相惜。承诺呢，是指的一种意愿，包括说决定要和对方长期的经营，并且呢互相生活在一起的意愿和决定，为这个关系负责任，一起去面对未来，愿意牺牲，愿意经营爱的关系，属于两个关系的认知向度。例如小英和小豪在交往一阵子之后，决定和对方结为连理，共组家庭。我们也晓得三个主要的元素之间可能有的强有的弱，在互相搭配的情况之下，也可能产生一些不同类型的爱情。比如说三个元素都还不具备的时候，这样的情况我们说无爱，也就是没有爱情的成分，一般的异性之间或是普通朋友陌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。第二种叫做迷恋，那就是只有激情的元素，一见钟情、初恋或者是暗恋这样子的情况，也只有激情的这样的元素而产生的迷恋。第三种呢叫做喜欢，那就是只有亲密的元素，彼此有沟通有互动，但是以朋友为主要的一种关系。第四种呢是空洞的爱，那就是有承诺但是没有激情也没有亲密。在早一点的时候有奉父母之命成婚，或者是并没有什么感情的夫妻，但是他们有承诺在其中，这一种呢叫做空洞的爱。第五种呢是伴侣的爱，有亲密和承诺，他们可能是最佳拍档，度过很多的危机，很好沟通，但是呢他可能就少了激情的部分。第六种叫做浪漫的爱，那就是有激情有亲密，但是没有承诺，很可能稍纵即逝，也很可能时间非常的维持长久。那究竟是哪一种浪漫的形态，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程度上面的差别，不过最主要的是并没有承诺。第七种呢是愚昧的爱，那就是有激情有承诺，但是没有亲密的基础，也就是没有感觉，一种相知相惜可以信任，但是有激情也有承诺。第八种呢是我们最希望的，那就是三种元素都有的爱情，叫做完美的爱。那么这么多种的类型的爱情，在 Sternberg 的理论当中认为，我们一生当中有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的阶段，也有可能经验到不同类型的爱情，也就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爱情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类型，只经历一种类型，而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点，爱情的本身的类型也可能会改变。譬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
有一种激情为主的感觉，但之后呢，也许亲密变得比较主要，那么也许最后有承诺，而在有承诺的情况之下呢，可能激情又有点消退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来讲呢，能够维持三个元素都很主要的存在，也就是三个元素都在这个爱情当中是主要的，这样可能说需要很大的努力跟经营。在这个单元当中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不同类型的亲密关系，不同类型的爱情的形态，以及它的可能的特质。我们在这章当中呢，特别为大家把 Sternberg 的理论做了一个介绍。